一位视财如命的餐饮业老板，天天制作免费餐点给弱势族群。一份免费餐点究竟包含多少心思？红萝卜和加工，我觉得会更好咯。这样，一个送餐任务又会面对怎样的挑战？48级阶梯如何牵起他对他的关爱？每天早上10点，身为爱华小食馆负责人的他，都会在营业前先尝试食物的味道。但事实上，他的工作还不止这些。由于店面开设在马六甲市中心，毗邻公务员办公大楼，对面又是一所拥有2500人的中学，在这样的繁华地带，每到尖峰时段，店内40个座位就座无虚席。这时，掌厨的杨爱华也不得不到外场来帮忙。包包，我们可以走了。像今天要去送几家呢？10家。有一个没有在。等不及第二批客人到来，爱华利用空档抓起菜篮，就赶紧出门。而这一往返就得花上1个小时。杨爱华要进行的特别任务是送餐给弱势族群及独居长者。这个任务他从2015年9月开始，每星期5天，从没间断。然而，在1个小时内即要完成送餐，又回到店里，并非这么容易。像遇到交通阻塞，就会让他困在车阵中，动弹不得。我曾经有一次走错路，就走到这边来，结果在这里就被卡到几个小时。等我回到店的时候，已经3点多。也正常放学了哦，你们。拜几啊？拜三哦。这意味着店里又会再次忙碌起来。时间之所以如此紧迫，是因为一方面担心员工无法应付，却又不愿耽误受住户的用餐时间。我一想到我外面的塞车，我就头晕了。我有一次就是这样，哎呦，左右为难，人又去到一半哦，半路上哦，又塞在那边了，又走不动。店里又非常的忙，一直打电话给我。我不懂要去好还是要回头好。我以前有生意忙的时候，煮了又要送饭过去，有时间赶不来。我们这边生意是确实生意这样多，总算有时间去那。又不能了哈，反正都出来了，哎呀，算了，生意少做一点，最多回来给他念两句就好了哈。终于，爱华赶在预计时间内抵达最后一家。又急又快的步伐，隐含着他对这位独居长者的牵挂。他是因为他眼睛看不到，然后他走路也不方便。老师，爱华来。81岁的古凤珍是一名退休小学老师。书架上陈列的都是他以前爱看的书，可是，在青光眼恶化以后，他的双眼近乎失明。自此，他再也没有提起书本，
任由它累积出厚厚的灰尘。失明所带来的不便还不止如此，因为无人照料，独居的他哪里也不敢去，只能天天待在熟悉的家里，三餐不济竟也成了一种常态。第一次我来的时候，他就跟我说我已经五天没有吃饭了。哇，我整个人就吓到哦。他那个时候很瘦很瘦，真的是瘦到我看不到他有一点肉的样子了，都是骨啊，全身。我来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啊，一点点。这样子没有比上你拿不到的。杨爱华能够每天花时间自掏腰包为别人送餐。对几年前的他来说是不可能的事，他会这么做是因为看着古凤珍的身影，他不禁想起另一个人。看到他会想到我的母亲，母亲就像那个古老师讲他的背驼的，因为他中风，然后他不能够坐直， 不能够躺直，就变成整个人是弯，就像古老师讲他的身形，他的模样，就是跟当年我母亲的那个样子一模一样。好，慢慢休息哈，老师。从小，爱华就被一对年迈夫妇收作养女，贫困的家境更让她在童年遭遇欺辱。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才五岁。我们一家人坐那张桌子就跟他叫咖啡，真的想不到的就是那个咖啡店的老板的七舅是在跟他做工，就赶我们走。我爸爸就跟他讲，我要叫茶喝了，我有亲戚了。他就用一个非常不好的态度，就是吐一口口水在我爸爸的脸上，就说很大小声跟他讲，谁要赚你那几分钱。这段不愉快的经历深刻烙印在心里，他深信只有钱才能给他安全感，因此12岁那年，爱华毅然决然独自离家到外打拼。我有钱，我就不需要跟人家看不起。我把所有的时间都是花在赚钱。我的工作从早上我6点就起来，一直要忙到晚上。晚上放工了之后，因为我做几样生意，我有做电头发，有做美容，有做衣服，还有做礼服，还有去做化妆新娘。每天兼职3份工作，睡眠时间只有2小时。直到婚后，他终于存下经营照相馆的资金。然而，随着生意渐入佳境，夫妻俩反倒为了兼顾3家店面而变得更加忙碌。劳累的生活让爱华赚到了钱，却也赔上了健康。原本就患有先天心脏血管细小及心律不整的他，病情急速恶化，开始出现四肢瘫软、晕眩等问题。10年间，他便由头到脚分别动过眼睛、心脏、膀胱等10次大大小小的手术。我看有一大半就是花在医疗上，以我当时的医疗哈。那个时候的我们这里的医药费还没到这么高嘛，可是我已经花了非常大笔，以当时的情形哈，起码我可以买多2栋房子。花了大笔医药费，原以为身体就能逐渐康复，
没想到却在三年内动了第二次心脏手术。更糟的是，医师判断他极有可能因手术失败而送命。当我第二次的心脏病出院的第二天，我家师兄早早六点载我两马路走。那个感觉是，我还活着真好，什么对你都不重要，有必要跟人家争吗？争什么？当你眼睛闭下去的时候，什么都不是你的。你有再多钱又怎么样？你再多的名牌又怎么样？就是那个当下的心。为了赚钱，离家工作至今，爱华根本无暇回家探望年迈的养父母。岂料，再一次接到的却是中风一年的养母病逝的噩耗。我没有办法去照顾他，也没有办法去煮给他吃，也没有办法去跟他洗呀、换呀。没有他的领养、收养跟教育，我没有今天，对吗？没有今天，这是我们做人子女吼需要回报的。我结婚不久，很愧疚。眼见固守多年的金钱观，换得的却是身体无可抹灭的后遗症及无法换回的家人。爱华终于改变了对金钱的看法。钱财不能够放在第一位，我觉得那个要有爱心才是啊，排在第一啊。不管你穿名牌、用名牌、驾大汽车，脸上挂着怎样的笑容，在人家面前摆得多好，可是你心都是很苦。早上10:30，爱华如往常般到餐厅准备开业。趁着客人还没上门，他有个非常重要的工作，那就是优先烹煮送餐的食物。一早来我就先煮好他们的，先煮好了放开一边，然后时间一允许我出去，我就马上出去这样了。可是在准备的当儿，似乎遇到了突发状况，学生因考试提前放学，早早便到店内用餐。哎，你现在是这个什么？也是要加蛋。这火腿炒饭加荷包蛋。OK。订单一个接一个的来，爱华不得不放下手边的工作，先完成客人的餐点。但他的脑子里，却正飞快地思考着该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为受助户煮一顿营养丰富的午餐。我看今天要煮一个最快的，我想煮香鸡粥。所以来到有时候遇到有顾客了，还是去巴沙吃了，就随机应变改变了。香鸡饭是由慈济静思产品所研发的干燥饭，只要倒入沸水加以冲泡，5分钟后即可食用。而爱华体谅长者咀嚼与吞咽米饭不易，就为他们把饭煮成粥。最近的天气也很热哈，粥他们会比较容易吃了。就来。OK。米饭下锅后，爱华又继续着手处理客人的订单。每次遇到这样的突发状况，爱华除了要打起12分精神兼顾两样料理，煮给受助户的餐点更要确保营养均衡，像是五色蔬菜就是必不可少的条件。除了基本香鸡的料之外，这个是我炒香菇、红萝卜和加工，他们的营养更好咯。
口感也更不一样。我煮给他们吃啊，都是用矿物盐的，因为矿物盐哦，它没有那么咸啊。酱油，这是很好的酱油啊。店内所用的佐料看不见平价的经济装，取而代之的是从专卖店选购而来或是亲手制作的调味料。你看这么一小罐哦，生的姜是很多的哦。我也忘记不知道几公斤啊，然后去磨切切，这个是切出去，麻油炒炒了后把那个油滴上来啊，这样不然它很多油啊。老公哦，老人家的胃哦一般都是比较寒的，他们比较寒，然后他们很容易胖的。我从来没有想过那个价钱是多少，我只想到这个煮这个会好吃，这个煮这个会好吃，就这样而已。制作一道色香味俱全的餐点，所付出的成本与时间并不算什么。真正困难的是要不断更换新菜色，几乎是每天都一定要有变化。假如没有变化的话，我看他吃两天他就厌了。更重要的是哦，他想吃你煮的，他想吃他才会吸收，吸收哦，他的健康才会慢慢好起来。前往送餐的路上，爱华总是如此愉快，但只要想起古凤珍家那4层楼高的必经之路，他就不免害怕起来，因为这48级阶梯却几乎要了他的命。心跳飙得很高，突然间就失控晕了，一直晕到你整个人要死去那种，然后你的胸口很痛，痛到你没有办法去控制。患有心律不整的他，心脏就像一颗不定时炸弹，心跳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出现过快过慢或是不规则跳动的心悸现象，且伴随胸闷、呼吸困难、头昏、盗汗等症状。当心脏无法正常输送血液时，便会影响生命安全，严重者会出现中风甚至猝死的情况。我就会想到他，我5天没有吃饭。当你一想到他跟我讲的那句话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心酸哦。叫他了，好没有力啊！我的饭已经拿到来这边，就差那几步。你那几步你坚持，你就可以过去了。拉开铁门时，爱华每次都会抓紧机会大口的喘气，希望身体能尽快恢复到最佳状态。老师，
安华来。是啊，雨婷啊。进门的那一刻，爱华已经能用洪亮的嗓音向古凤珍打招呼。他之所以要这么做，其实另有原因。假如他那一天听到我喘，他就会叫我明天你不要来了，你回去休息，你不要来。我觉得很感动哎。你看他一个看不到的人哦，他都会这样关心我。所以从那天开始，我就觉得我一定要给他一个很正面的，就是我现在很健康，我现在很好。来，老师，你先摸一下看，可以吗？好、这个热度可以啊。周围了。啊，周。我给他几分啊？我给他九分就好了，不要太满了。那另外五分是什么？保留。保留给什么的？保留啊，保留给我自己。也许是菩萨赐给我一德拉，叫我这样。他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咯，就是没有家里的人没有来啊，他们会想要带他们来嘛。刚好这不好，旁边是这个阿宝的杯啊，这个盖你摸一下，盖不大杯，我冲了阿华咖啡里面哦。然后后面这个是滚水哦，那个瓷杯，滚水杯。来完了之后哈，去做完了，好像松了一口气这样，就整个人放松，这样，我觉得对我是一个好事啦哈。以前是我今天生意很好，我非常开心我赚了这么多钱。可是现在不是，不管我赚多少钱都好哈，多也好少也好，那个开心的程度比不上我去送餐。老师今天的会嫌我不会来，这样还可以哈。谢谢你的爱华姐。我希望可以永远这样下去，一直到他的生命终止。有爱就能不平凡，如果爱有高度，它会是48梯级高；如果感情有温度，它将会是一碗饭的温情，让人长长久久难以忘怀。